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良辰行乐事，吉日结良缘。在今天这个喜庆而又美好的日子里，我们欢聚一堂，为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举行订婚仪式。首先，请允许我代表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的家人们，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坐上台了。同时对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喜结良缘表示真心的祝福。你好。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欧阳先生和徐思雨小姐上台。什么？让我们上台了。我爸在来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对不起，我得先走了。妈，姐，爸出车祸了，正在抢救。妈，快走。怎么了？是怎么样？那名年轻的男性患者并无大碍，他就是骨折和擦伤。那名女性患者腹腔被异物穿透，导致胆囊破裂和部分肝脏受损。我们已经为她摘除了胆囊，目前术后情况还算稳定。那另一个呢？他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患者已经出现肉眼可看见的尿血情况，双肾严重受损。目前我们只能为他用机器尽力维持。医生，麻烦你救救他。医生，你得救救我吧。患者由于肾部损伤过重，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肾移植。现在我这边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到全国范围内去寻找可以匹配的肾源，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周期问题。患者目前已经重度的肾衰，仅靠器械和药物维持的话会比较危险，所以如果亲缘之间可以提供肾源的话，是最好不过的。用我的肾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得肯定匹配。好，你带他去验血。走。小林，你在这儿守着啊。